我因是拢劝人卖卡袂着着离婚，我上讨厌迄挂嫁老大的人啊！伊也毋是当事人啊啦，哪会了解家家户户拢有是非？袂啦，这是阮的调解线。在调解过程当中，恁才是真正主角。调解委员只是帮助恁讲出家己真正的想法，袂强迫恁来讲啥物，嘛袂甲恁讲安怎做才是对的，更加袂强迫一方来接受对方的要求。一切拢是恁家己决定，因为恁家己决定才上符合家己需要。感谢是嘞，若是阮从心内话讲出来，万一无法度调解，那到法庭，阮两个唔得温书诶。这点你放心啦，法律有规定，当事人伫调解程序中所讲的话，袂当当作是法院裁判基础。调解委员冇保密的义务，所以若是调解无成立，法院继续审理的时阵，嘛袂有不利影响。也毋过，我只有提出离婚诉讼，并无申请调解啊。是安怎按下通知书叫我来做调解？我敢袂当卖经过调解程序，直接做诉讼嘞？按照法律规定，提起离婚、履行动机、终止收养，还佫有特定亲属之间，因为财产权发生争执的关系时阵，因为牵涉到身边共同生活的亲人，有复杂的感情因素，还佫私密性。为着要大家会当圆满来解决问题，所以得先经过法院调解程序。另外，阮这个调解这个布置啊，也真温馨，完全无参像法院遐尔死板。当事人会当伫比较较自然、轻松的情境之下表达家己想法，而且调解过程完全无公开，无别人伫边啊听。当事人会当唔免烦恼，讲出恁心内话。那呢，我会当阁请教一下无？先伫调解效力甲判决敢有无共款？调解甲判决有共款效力个，而且会当减少着诉讼期间、金钱还有时间的浪费，亲像抚养费、赡养费，经过调解成立以后。假使讲对方若是无事情来讲，会当请法院来强制执行。上加重要的是，成立调解内容是恁双方面拢会当接受的方案。将来双方比较较愿意主动实行，假使是法院确定判决，一般人以判决的内容要主动实行的可能性比较较低，可能真正都要请法院来强制执行啦。多谢你的解释，我会阁考虑看卖。主要无啊，是我唔对哟。敢唔是咧？你也去找啊！你也去找头路啊！你大家叫都无接转来，你是不是嫌我散车啊？看我无啦，今仔十个人比较靠对无？你敢唔是嚣牌的？咱只靠啥嘞？你可怜哦，啊！我受着委屈，敢袂去靠嚣？你靠，你靠，你是靠别人祸害对无？唔免你管啦、啊，我是不爱管啦、啊。即嘛已经决定囡仔予你带，就去来干活。第二甲第四礼拜，拜六甲礼拜日，伊来将囡仔带回去。我想，伊想是还是我带好啊。阿姨就每礼拜拜六甲礼拜日来看囡仔，因为我感觉安尼伊的工作嘛袂受到影响啦。啊，囡仔拢我咧带，所以囡仔对我也较关心。哦，小戴，咱就伫个协秘书顶管助理，阿囡仔由你来照顾。然后吼，拜六甲礼拜时阵吼，才有囡仔爸爸来带啦。甜甜来，叫爸爸。爸爸。哎，甜甜。爸爸。哎呦，甜甜乖吼、哦。甜甜，妈妈跟你讲，爸爸要带你出去耍哦，你都要乖乖听爸爸的话，知影无？知影。甜甜上乖啊。甜甜都教好你啊，爱记得明仔在暗时七点进前该送回来。跟妈妈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行，咱来去麦当劳好不？哦，跟妈妈再见。妈妈再见。来。看恁今麦安尼，敢那袂歹啊？是啊。刚才迄个时阵，我给家己一个机会，
接受调解的程序。更加重要的是，我跟阿哥拢真爱囡仔。虽然讲我甲伊的缘分已经行到尾啊，但不过我嘛是希望会当参加着囡仔的成长过程啊。其实，卡苏两个人会当冷静落来，好好考虑囡仔的利益，而且在调解委员的协助之下，甲问题想较清楚了后，双方的讨论都会更加理性。彩华。你是不是搁再考虑一下，甲阿静好好啊讨论志强的代志？囡仔，伊也是需要父母的啦。囡仔的代志，我会请阿静搁好好啊讲一下。看了以上的影片，相信你对于家事专业了解已经有初步的概念。即马，咱就来较深入来看要安怎申请家事专业了解。第一。强制调解的案件，咱就等到法院的通知了后，照法院的通知来进行就会使。第二，不是强制调解的案件，法院的书记官在收案了后，会寄羁立通知书加调解意愿调查表给当事人，也可能会用电话通知当事人。不过，法院的电话内底绝对未要求当事人付款还是转销。会用电话录音系统来甲大家通知，大家收到羁立通知书甲调解意愿调查表了后，会使伫调查表面顶勾选同意，了后寄返去法院，嘛是会使伫法院所定的期间去法院写同意书表示同意。最后，咱来了解家事调解的过程，家事事件伫收案了后分作三款，第一款。强制调解诉讼事件，第二款不是强制调解诉讼事件，第三款是非讼事件。在强制调解诉讼事件的情形时，若是根本就无成立调解希望的时，法院就会分予法官去审理；若是有可能会成立调解，法院就加排位调解程序内底。第二款，若不是强制调解的诉讼事件，双方若同意的时，就会使进行调解的程序；若不是双方同意的情形，就交由法官去审理。第三款，非讼事件，若是双方同意要用协议的程序，就进行协议的程序；若是双方有人无同意用协议的程序的时，就交予法官去审理。经过以上的说明，相信各位对家事调解的过程已经真清楚。若是还阁无明白，请到每一个地方法院的诉讼服务处做进一步的了解，阮会提供更加详细的服务。